我们先三声佛号，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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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网上的法师还有法友们，大家好。好，我们今天是这次讲座的最后一次上课啊。那我们要继续来研习法师四大乘论讲记第三章的第二节的内容。那我们先开这个分享画面。好，我们昨天已经进到了第二节啊。那第二节呢，它是这个示三性的名义啊，就是示名义呢。昨天我们已经研习了依他起哦，那这个他呢，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自种子啊，依他起它其实是一个现行存在的法，那它的因呢是什么？就是自种子。第二个呢，一切法它升起呢，它就会即生即灭。所以他必须要透过其他因缘，让他这个生灭相续啊。那第二个解释呢，就是依他住，就是依他而相续，依他而相续。所以唯识在谈这一些，一切法啦，一切存在的这些事物呢，他还是遵守《阿含经》的无常无我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准则啊，只是他在一些与对一些法的描述，空跟有，他会跟中观的用语不同。对一切法的存在，就是这个世间，我面对这个世间呢，中观说一切法都是空。但是唯识说这一些依他起法，它是有啊，用的语词就是不同啊。那你说它是长恒不变嘛？唯识又跟你讲没，不是啊，它那个有，但是它并非是恒有，但他又跟你讲实有。呵呵，那所以他们用了一些语词，有时候会有一些矛盾，但是你去进一步去看他对这一些法的一些比较内在特性的一些描述，比如说无常生灭，大家都一样的啊，所以它就是一个教学的一个语言的一个使用，因为有时候教学它有它的对峙性啊。中观般若他所处的时代是部派，要去扭转部派，时有过头，对一切就是这样的语词的使用太过了，所以他要扭转，所以他就使用空，任一切法皆空这样的一个教学，他去扭转但这样的教学，他也会有一些误解或者副作用，有些人他就不知道他的深意那就会有恶取空。唯识所兴起的时代，就是要去扭转恶取空这样的一种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些教学，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药。记得大家要记得，说法是药哦，怎么样的说法才是所谓的最好那你这个是要看人相应不相应。那当然，它有疗愈跟不疗愈的，这个是有可以用一个准则来看啊。
你说不疗愈，但是它能够鼓励到一些人来修行，那它是对他们这种不疗愈的教法，对他们是最好。你说中观最疗愈，但是给这些人用，他就会有很多的误解，那其实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佛法的一切的这一些教学呢，它就是一种施舍啊，它一定有它的一个当，就是根性合适的人去适应的啊。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了解哦，他这个是适应什么样的一个人那。那这样了解之后，我们去了解他怎么样去教导这一类人啊？那跟中观又有什么样的共通处、差异处？了解就好啊。那就是不用去争论，因为这都是教学嘛，落入语言文字，它还有听众的一个不同，它会产生不同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佛法的施舍就是要希望大家能够修行，然后得解脱嘛。哦，那这个目的没达到，你任何的教法，它其实它没有什么作用，那也没有达到这个教学的一个目的，那就很可惜了。哦，好，那我们昨天谈到了这个偏计执。那偏计执呢？它这边用的是意识升起，对于所分别的事意有无量种种形象啊。好，那昨天因为有法友问到这个意识呢，到底怎么理解啊？那当然，它可以做不同的一个说明了。那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导师后面附论说的啊，就是说这边的意识呢，确实啊，在本论在这个脉络底下，它有可以特定指示是第六意识了啊。那但是呢，焉等五识？还有然无异常事，能否偏计呢？那导师说，表面上看似乎不是，但从另一方面看却不然啊。也就是他在这样的一个说明当中，他你看要看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跟意义来看啊。好，所以这一个说明呢，我们也。不是说非什么不可，只是说希望把这一个问题，昨天的说明可能有点绕啊。那发现学习佛法，然后跟一些法友探讨佛法，或是学习导师的这一些开示呢，久了之后，我们会有一种 一种习惯，就是它会有点绕啊。一绕就是说，我们不要把。的话讲的那么的死啊，因为有些东西它可以有不同角度来诠释了啊。那希望大家能够包含啊，就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希望是一个大家让引导大家能够多方面的能够思维，然后掌握不同的讯息，而不要只是固定的答案啊。那这个是。我们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的一种对话的一个模式，主要就是有这样的意义在啦。我当然可以说这个是什么，但是你到别的地方的时候，他又会说：“哎，你刚才不是说是什么吗？怎么因为导师这边讲又跟你不一样？”那我们要预留一些导师他在。其他地方所讲，或是后面所讲的一些内容的一种可能性。好，我们回到
我们昨天所谈的啊，就是这个片剂相，这个片剂呢是能片剂的意思啊。那相就是它的对象啊，就是能片剂的一个所缘啊。那这个所以片剂所值就是能片剂被能片剂的这样的心事所片剂啊，所以它叫做片剂所值。好，那第二个意思呢？它叫做片所记啊。好，那也就是前面这一个呢，这个能片记的像啊。好，那 OK，好，那这边这个像呢，我们应该精准的讲了，它除了对象之外，它还有所缘缘的意义在啊。因为乱象为因，能生乱体啊，所以这个象呢是能片剂升起的一个因呢啊，能片剂升起的因。因为这边导师有用的一些比较广泛式的描述啊，因为它是所缘嘛，所缘它就是一个对象，但是所缘呢，它也是一个因，所缘缘啊，所以它除了是对象之外，它还是让这一个能片剂升起的所谓的因啊，所以乱象为因，是能生乱体啊，所以这边的片剂象就是可以理解为片剂升起的因啊，好，那这个这样的理解就可以跟下面的一个意义比较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了啊，就是第一个就是片所记，它就是被人家被片所记了啊，我们来看老师的说明啊。示意显现的乱象，它是这个志向不存在的啊，志向的实在性不存在啊。好，那依本是说呢，它为是能片剂虚妄分别的所值而已啊。那本意就是唐意了啊，唐意。好，那也就是论本身的文啊，这个文是在能片剂，这个文在大家讲义第57的，不是57啊，就是我还蛮前面的，在55这边片剂。就是为片剂所值可，它是为片剂所值啊，为是它志向实无，唯有片剂所值啊，可得。好，再来，导师说，接着说，但是诚意跟随意这四意呢？并没有它的字体，唯有片剂的乱世为是它的这个自信，为是就是自相无，唯有片剂所值可得啊。好，那这个论的文，感觉这个片剂，好像有这个体验啊，所以导师就谈一沉水，二一来看，四意没有它的字体啊，它只有片剂的乱世啊，为它的自信。好，那离却，如果离却这一个名言，名言是就是
这一个我们的乱世呢，它因为它是跟名言相关的，名言相关，所以名言是，就不存在，离去名言是就不存在啊。那它呢是分别，分别也就是是的。就他所限起的这个分别，导师很经常用这个破折啊，破折啊，那这就是所限的啊。这个他呢啊，他指的是四意了啊，四意并没有字体啊，四意，所以叫做片寂性。它之所以会称为片寂性，它是片寂所现的，所生的啊。前面它是能生片寂嘛，它是片寂的，因这边是片寂能生这个对象啊。好，所以叫做片寂性，也就是。有人说的实无，这个四意它是没有实体的，实体不存在。有的呢，只是片寂，为寂就是这个片寂了啊。好，也就是分别是了啊。好，总之，片寂。它是妄视的能源作用啊，片寂它就是能源作用。那谁的能源作用？它是妄视的能源作用啊，妄视的能源作用啊。好，那前说，前说就是第一说了。第一说就是片寂相嘛，第二说就是片所寂，这是第一个角度跟第二个角度。前面说他这个他呢，就是这个片寂所指的这个四意呢，它能生，能生片就是片寂的因嘛。也就是能生这个是分别是这边的意思啊。那这呢，就是第二个，这个片所寂啊，说它是片寂，也就是片，这个分别是它所生的、所现的啊的假立。这个假立呢，就是这边所现啊，可以，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啊。所以称片寂执性，都是从片寂分别心而来。所以导致说，他所以称片寂执性，都是跟片寂的分别心相关联啊。好。再来就是圆成师了啊，圆成师，圆成师也有两个问题啊，就是圆成师自性是片寂所执性永无之相啊，就是片寂所执性永无，就是没有片寂所执的情况，那就是圆成师啊，永无一。有无有好，没有片寂之性，为什么成圆成实之性呢？因为这边只是说没有片寂之嘛什么理由得名圆成实呢？好，那这边也是二句答复。总答这两个问题啊，好，第一个就是无变异性，就是片寂
性永无所显的法性，这边的法性就是诸法实相啊，永无所显的，它是恒恒时，常常时啊，都不会变异的啊，就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此了啊，它是诸法的真实性，是实相。那即使呢，这个就是，纵使在七狂的乱象显现的时候，它也是如此啊。离却乱象而显现真相的时候，它也是如此。实相就是实相啊，就是凡夫到底有没有智慧去体证到而已啊。好。那不变异性，它是圆满的成就真实，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诸法实相，有这几个特质：圆满、成就真实，叫做圆成实所以它不这个不变异性，它带着这一些意涵好，再来是胜意的原因这边要特别留意啊，在这边有一些细节要请大家留意。这个圣意啊，圣意是什么意思？这个意呢，大家注明就是对象啊。这个圣就是清净圣智。清净圣智，那意义呢？就是所缘性的这个所缘，其实这个也就是意义了这个所缘，这个意义主要要说明所缘了好，所以它是清净智慧的所缘，叫做圣。圣智之意，圣智之对象叫做圣意因圣智通达而获得清净，就是圆成实那他这个圣意呢的所缘，它不像片寂之性，是杂染颠倒的所缘。这个就是对象了，它是圣智的所缘，它不是杂染颠倒的所缘所以圣智通达而获得清净的，那它的意义，你这样就有圆成实这样的意义在好，那再来这个圣意，的一个意思这个圣呢是最圣的意思那意呢就是事物或是东西最圣的法是最圣的法。前面是最圣智的对象，这个是最圣的法圆成时它是最圣的法它是圣意最殊胜的法所以圣这个圣就是最殊胜，意就是法。所以它是一切善法的最圣性，它是一切善法中最殊胜，所以称为圣意善好，由此二种的最圣意呢，所以名为圆成实好，那总体的解说了啦好，解说就谈到这个三性呢，依他起。就是一，就是藏的意思。这因也就是种子。或是脱缘因为有两个解释嘛，脱也是缘。缘就另外一个法了脱缘而有名依他
不是这个他就是因或是缘啊，一就是障或是脱的意思啊，而有的啊。好，那作为事的所缘，依事而现啊，事的所缘境嘛啊，然后它是事所现的啊，叫做遍计支啊，这都有两个意思。法性所显啊，那就是圆成实。好，那以上就是关于三性的名义啊。好，那接着呢，要特别针对遍计执性来做这个四大圣论的本论，那特别针对遍计执来做这个说明跟讨论啊。好，那这一段也是比较复杂的啦。那我们慢慢一个来解啊。好，那这个文呢，我们直接就是看解释啊。好，所遍计执性呢啊，是在能遍计及所遍计的能所相关上构成的啊，它是一个认识的一个活动上来构成的了啊。这个能就是能遍计，所就是所遍计啊。所以这个所遍计呢，或是遍计所知呢，怎么样去理解它，必须要。纳入能遍计这样的一个分别式，来一起来说明，那才会完整。所以说，有能遍计，有所遍计，遍计所执自性乃成，就是要这个遍计所执。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这认识呢的错误的认识要能够升起啊，能够存在，它必须要有能所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才会产生啊。好，因此呢，要说明遍计所执性，那也必须说明能遍计与所遍计这二种法啊。什么是能遍计？什么是所遍计呢？由能所构成的遍计所执又是如何呢？啊，那有三个问题：什么是能遍计？什么是所遍计？那由能所构成的遍计所执自性为何？啊，有三个问题。好，那首先说明，能遍计啊是什么内涵呢？就是意识。意识是能遍计啊，那这意识呢，成唯识论所它的解说就是意，还有意识，就是意就是七的意识就是六啊，那名意即意识，名意识故啊，好，第七是意，第六是意识，综合起来叫意识啊。好，那所以这个四大圣论，他就认为这意识就是六七了啊。好，那导师说这是一种巧妙的解说啊。导师的书有时候说是巧妙的解说，这种巧妙啊，他有一点是巧妙啊，要加 quotation 这样的，这有就是不是很认同。这个导师的书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就是啊，真是巧妙的解说，也就有一点暗讽的意思了，就是不是，也就是比较负，有带有一些负面的意义在啊。好，那导师说确实了哈，就依本论看能遍计。
的意识就是第六啊，因为意识是有分别的事啊，有分别的解说呢，有分别的解说是由此意识用自名言熏习为种子，即用一切事名言熏习为种子。有用，它有两个用啊。用啊，用什么东西为种子啊？那至于这一个就是能见的部分啊。然后这个一切是名言宣习呢，是所见。所见这样子啊，就是两种种子了哈，这是能见所见，自名言熏习种子的意思意义呢，就是在第六意识能分别时，这能分别的这个活动呢，熏成它能分别的见识种，所以它是。这个，这能分别的这一个活动呢，熏成能分别的见识种子，好，因为就是要同类嘛，好，那一切是名言熏习种子呢，什么概念？就是第二意识源。这个眼等见识眼识嘛，因为第六意识它可以圆一切法嘛然后眼等见识及色等相识因所分别，所以。他会对这个色声香味，他会产生一种认识的一个像好，那这个所分别而熏成意识的像是这些都是所分别了眼等见识、色声等像是。好，那因所分别，因为意识它是能源嘛，然后呢，这个眼等还会缘眼等见识跟色等相识那因所分别而熏成意识的相识，所以这边会有相识，因所分别。熏成意识的相识种子好，那虽然意识能够缘见跟眼等见跟色等净这一些那这边可能比较着重在这个相色声香味触等相。那他当然也不能离却见识这样的一个认识活动好，那有这二类种子呢，在第六意识现起的时候呢，其无边的形象这形象就是认识活动与所缘的一一法中分别而转因为普于一切分别嫉妒，故名能遍计也就是这一个意识，它是能遍计了意识它是能遍计，这二种种子呢
有二种种子，就是这个见识种子跟相识种子啊。那在第六意识现起的时候，它有无边的这个认识活动升起啊，然后有这个认识活动，就是升起了啊。好，普于一切，对，普于一切啊，一切在一切的法上啊，分别嫉妒啊，就是他分别嫉妒一切法，故名能遍计。那导师说，这个与上文，前面。我们在第一节所说了啊，由此意识有分别故，是一切事，升起，还有无量形象、意识遍计，都是指这个意识来说啊。好，所以在讲注十三这边有注记是在第一节的第二项啊，然后十四呢，十四这一段无量形象意识遍计，这个就是这在我们第二节的第一项里面有出现过了啊，好，那这个是导师根据社论他的一个说明。也就是社论，它会比较偏重在说明第六意识好，那所以呢，这一个意义要说明什么？就是要强调第六意识的一个重要性那是不是唯有第六意识？导致后面会再解说。所以导致说社论他这么说，他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意义在。什么意义呢？就是第六意识迷雾关键，起惑造业、修行正真都是意识它在遍计颠倒中，这个的确是最极重要，所以本论特别的说是意识就是这个能分别，特别拿意识来说，那因为它跟其他事来讲有重要性，但是呢？是不是唯有意识才是能分别那这个导师就下面附论就要进行一些说明了好，那这个就刚刚我们开头课程刚开头的一个给大家看的内容。好，导师说，依本论的见解，意识是能遍计，无量形象意识遍计就是具无量认识活动的意识呢，它是能遍计的，所以意识是能遍计，这不成问题。但是眼等五识，染污意还有常识，是否能遍计呢？好，那导师说表面上似乎不是所以有表面上就有实际上嘛表面上看不是，但实际上也是的了好，所以导师说似乎不是，就是能遍计说中没有说言是的那从另一方面来看，却不然。是意显现的遍计所执性，是否为是意识的所缘相呢？好，那导师说，如一意识成立为识的时候，于一切所依转识是种种相二影相转所以他的一意识是总摄六识的。于一切所依嘛，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身根
就意识的见解，如果意识的见解，好，那这个六识分别啊，六转识的分别，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识呢，都有示意显现的这样的所缘相啊。六识是能分别，示意显现是所分别啊。好，又如前面讲的这个色相建筑一种，乃四色显现一类建筑相续而转，与颠倒等杂染诸法为一处，然后又称乱象为色事。好。所以这都可见六识都有示意显现的原相，就不只是意识，至少这边讲到这个色嘛，色识啊，那色识这个眼，这个所谓的色识就是色的显现了啊，显现为色这样的一种，它的本质是识了啊，显现为色的识，那它的能源一定是眼识嘛啊，好那。这都可见啊，这一些导致说这一些内容呢，都说明六识都有示意显现的原相，不局限于意识啊。那五识也是乱世，能说它不是片剂吗？那它就是一种反问了啊。答案应该就是了导师的意思是。它也可以是能片剂啊。好，那导师说，导前面说护法说这个意识是指六七嘛啊，那它是以意识是能片剂的论文为依据啊。那安慧说啊，就是意识就是意跟识了啊，意跟这个。意的事啊，他是这样理解的了啊。好，那安慧说，不但意识是能片剂，五八也是能片剂啊。好，那导师这边虽然讲五八，但是如果按照这个角注19呢，他还谈到这个。七啊，还有七，所以其实还包含第七了啊。好，那这一个安慰的见解呢，主要是在《成唯识论》中所看到，那窥基说这样的见解是安慰的一个意见啊。好，所以。安慰说呢，不但意识能片剂啊，所以这个意识可能就是讲意跟第六意识啊，可能这边意识就包含六七了，好，那五八也是能片剂，虚妄分别就是乱世，有虚妄分别生时必有失意显现，所以眼识不能说它不是能片剂，就是五识也是啊，安慰。这一个护法说是六七，安慰说这个所有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是啊。好，导师说二师各有一句，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导师通常不会选边站啊，会为是这其实我们的心是很复杂，你要用一种简单的一个方式去描述它，它没办法完整。它需要它就有很多面相，我们心是非常复杂，你要完整去描述它，你会变得很复杂你必须要单纯化，那就是从一个角度去看，那你可以看到比较简化的一个情况，但它不是全貌所以导师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各自都有它的一个道理了导师说二师各有一句，二师就是护法，
还有安慰，都可以在本论中获得根据。那怎么抉择呢？好，从本论的体系说，六事皆有四义显现，原相不仅限于一事，有能分别，必有所分别。六事皆有四义显现，这个在前面讲一义四事的时候，就讲到前五事啊，也有了嘛，有能所，有二性嘛，可以这样来理解。好，所以有能分别，就必然有所分别，它不会只有能分别，没有所分，它已经成对的的一个出现。好，那所分别就是四义显现。那这是从实际的一个认识的情况当中去说那如果从理论上说，它会先有一个见分、相分的阶段，才会再变成那个能取、所取的一个情况。但是这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实际在这个认识活动升起的时候，它这马上就变成这一个片剂值就是马上就是。错误的认识就产生好，那么呢？为什么唯意识是能片气呢？眼等视缘境那导师说，或一刹那，或是形象昧劣说它能片气，就不是很理想，要难理解些，所以特别拿意识来说，就是说五事是能片剂，它有时不是那么的理想了。就是有一些，它跟意识比起来，它的一个特性跟意识又有一些落差了。虽然都有，但是那个功能性上面它是比较弱的啊。好，所以这是一种说法了。好，那导师说，那可以这么说了可以这么说，这五识还有染墨那是有这种俱生的能片，所以它这种俱生跟分别，俱生的能片剂。那这个就是护法啊，不是护法不要乱讲，就是五识跟墨那是俱生的。好，那意识呢？不但有俱生意识它有俱生，而且还有分别生俱生的片剂跟分别所生的片剂那赖耶呢？它是根本分别，也该是能片剂。这是理论上是这么说的了好，再来，导师说，不过呢，染意与种子心，就是莫那，到底是一而二就到底就是说，事实上它是一而二而一的那从能生性融合的瀑流。能生性就是种子嘛，融合的瀑流建立赖耶，它虽是这个视为它的一个特性，但是却侧重在种子因为它叫阿赖耶识嘛，那你有这个名词就要有这一个用但是它是侧重在种子能生性。融合的瀑流，这融能生性就是这一个种子了，比较是侧重在种子好，从它取性的虚妄分别心上，也就是它有这个，这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维系的一个心事的一个活动维系心活动，它其实是。很难去这为佛能知了
一切种子如瀑流嘛，我于梵语不开眼，恐彼分别之为我啊，所以它是很深细的啊，但它就有这几个作用啊，就是有能生性的瀑流，还有这个取性的虚妄啊，这个它啊的取性与虚妄分别心上来说啊，那这个。的建立莫那啊，好，所以呢，有了莫那的能遍计，就可以不必说赖耶的能遍计心，也就是赖耶他有能遍计心啊，那他的能遍计心其实呢，他就是显现在莫那的一个作用，它其实是赖耶的一分取性啊，但是社论把它拉出来啊，拉出来变成莫那式啊，解释密经是把它含在阿赖耶的里面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这其实就是看你要怎么样去看待莫那跟种子心呐啊，它是二二一一而二的啊，好。那把它分开的话，那就是一个种子心，一个是莫那啊。好，那其实它其实这个取性，其实还是赖耶，可以被设为赖耶的一分呢啊。好，所以有了莫那能遍计，可以不必说这个赖耶的能遍计，是因为它就是以莫那来代表了，导师意思是这样子，就是莫那跟赖耶二一一而二，那这边就是比较着重在一啊，你讲赖耶就等同于，不讲莫那的取性就相当于就是在是赖耶的意思了啊，赖耶的取性的部分的了啊。好，那再来导师接着说啊，好，导师说，如果把具生的我法执分属于莫那，赖耶与莫那啊，具生的我执啊，还有法执。那怎么配呢？就是可以这样说，就是我执是莫那啊，具生的我执啊，那赖耶有这个法执啊，他那个顺序没有按照我法，然后莫那赖耶啊。那么，像安慧所说也还是适当的啊。也就前面说讲了莫那，就不需要讲赖耶了。好，那如果要去会通安慧所说，八识也有这个能分别啊，那就是把这个我执法执。分开啊，具生的执分成我执跟法执啊，那一个分属莫那，一个分属赖耶啊，所以前五意识六七啊，都有这一个，就是前面所说的嘛啊，就是五八也是能遍计啊，五八也是那八呢，它就是法执了。那个莫那是我执啊，那这个可以这样理解了啊。好，那遍计接着导师说呢，遍计是需要周遍计度的，五事可说有周遍计度吗？好，那导师说这个遍不一定是念念遍缘一切啊，这个遍就是种种嘛。那所以他因为五识也会断嘛，啊，五识会断，所以不一定念念啊。好，
所以导致说骗不一定是念念骗缘一切，它不只不过是能够骗缘种种不同的法而已啊的意思。所以世亲论是它就是这样的解释，导致依据什么？就是世亲论是等都说前五识不但有恶性，也还有种种，它有不同的这一个。所缘的对象啊，那为什么不可称为片剂呢？所以也是可以的啊。好，那这复论应该是到这边了啊，复论是到这边。所以第一个呢，这个片剂，第一个片剂它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能骗计了啊，这是在61页的部分啊，能骗计。那第二个呢啊，第二个就是所骗计啊，所骗计。好，那所骗计这一段有一点内容解说。会有一点长啊，所以我们先谈到这个复论了。好，所以导师的复论意思是什么？那老师说这个复论有两个意见，就是护法跟安慰啊。安慰说这个意思指67然后呢，安慰说这个不，这个能分别，能骗计。不只是意识了啊，它就是前五、第六、第七、第八都有啊。好，那导师说，其实这个七八，其实它就是你要把它合为一，或是把它分成二都可以啊。但是呢，但是安慰说这个，所以导师前面在讲这个能骗计，就讲到七而已嘛啊。讲到七，就是讲这个片，具生跟分别嘛，对不对啊？讲说这个具生还有分别，就五七是具生，六是分，有具生也有分别啊。好，那就是好像就没有谈到第八了嘛。好，那理由就是。六跟不七跟八其实是2121而2啊，那导师又接着这边又会同安慧说八也有啊，那就是把具生的这个片计呢啊，又分别对我跟法的这种认识啊片计，拿去分属在赖耶莫那，那就会。就是也八也会有啊，那这个八导因为导师没有特别去解释，那应该是莫那配我执了啊，赖也配法执这样子啊，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好，所以按照导师的理解，讲第六意识是要去强调它的重要性，它是修行的一个重要下手处啊。但是能骗计不局限于第六意识啊，它也可以包含前五识，还有第七跟第八啊，所以安慧也有他的一个见解了啊。好，那按照导师所说，就是七转世就可以了啦啊。那这个七转世的莫那其实也可以算是赖耶的一分现行的作用啊。所以讲到莫那就可以，他就可以含赖耶啊。但是，那如果这样讲，安慰的这个说法好像又有一些问题。所以导师接着说，如果把具生又分成两个啊，这个我法，那就是我执分属，就是莫那的这个能骗计，法执就是赖耶的能骗计啊。好，那第一节时间也差不多，那后面的部分呢，我们就下一节再继续。好，那我们下课休息。